原定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将会在3月18至26号到北京和杭州同尼日利亚以及科特瓦特进行友谊赛，但受美斯缺阵风波影响，杭州体育局早前宣布，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阿根廷队3月的杭州行取消。北京足协亦都发声明，指北京目前没有举办同美斯相关赛事的计划。而阿根廷队日前在微博发文指，将会在当地时间3月18至26号在美国进行两场友谊赛。由于有关的安排和之前访华的时间重叠，意味着阿根廷队的访华行程已经取消。